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！不要扒我，好吧？你们都是独立，要学会独立，好不好？特别是小花啊，要学会独立啊！小花这上来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站立神功，对不对啊？看小花，哎，不错啊，最近的表现都还可以啊。No， 好好好，慢一点，大家好久没有展你展立神功了，你都展了多长时间了？大声告诉大家，你说有没有一分钟？有没有一分钟？然后给大家说说，你别拔拉我一下，拔拉我一下，大家看看啊，有没有一分钟？给大家看看啊，数一下十啊，倒计时，哎，看看小花怎么样啊？可以啊，鼓励鼓励他啊，让他站的时间更久一点啊，别拔我，别拔我，拔我都不酸了，左臂了啊，不能左臂，咱不能左臂，左臂都不酸哈。结束了啊，大家可以算一下倒立神功倒了有多久啊？你看摸他之后啊，小花显得有点。格外的有一些兴奋啊，有一点格外的兴奋感啊，就是这样，不用拔垃圾桶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昨天傍晚的时候，我把这里都给它捶了一下啊，捶了一下啊。什么是捶了一下？就是这里，把那个，哎呀，小伙儿干啥的？你这表现的真出神啊！把那个之前我爸就是订的这个，就是铁棍啊，我给捶进去了啊。嗯，因为作用不是很大啊。这边的话，到时候我就是用那个铁片挡一下啊，应该就可以了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里面卫生给他们喂过了，饭他们也吃了。嗯，然后的话，嗯，心情说实话啊，看着很开心，其实很郁闷啊，因为看到大家昨天的评论啊，大家基本上都在说啊。说让我不要再管外面的那些毛孩子啊，让我不要再去喂他们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说实话，很纠结，对吧？很矛盾这种感受啊。昨天晚上啊，我看监控有看到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
就是这些啊，不管是流浪狗啊还是流浪猫啊，他们都会觅食嘛，出来找一些吃的，有的时候找不到吃的就会，对吧，饿死冻死，有的在路上会被撞死，对吧，都会有这种现实情况，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，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的话，我看到昨天晚上啊，那个猫在那儿吃啊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哎呀，刚好我那边有一些狗粮，哎，刚好能够帮助到它或者怎么样，我的内心其实是有一些开心的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的话，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，还是想，对吧，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，就这样好吧。哎，就先顶一下吧，有的话就给他们，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，就是这样，先顶着吧。本来这五个家里五个都吃挺多狗粮的，说实话真的是这样的。哎，这边这个凳子的话是借的那边隔壁那边的邻居他们家的凳子啊，空了还要还回去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能吃那里啊，我把这个这边狗粮啊给那边分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狗粮啊给那个外面的毛孩子们再给他分一些啊。嗯，每天打开门他这里都是金光啊，都吃的光光的，就是这样。唉，然后反正尽我所能吧，给他倒了，对吧，到了这个，就是这样。这个灯着了啊，不扔个人灯啊，我进去了，不扔个人灯，去会去，那会去，不扔出去。最近狗发情的比较多啊，你们不能出去啊，特别是这个小黑啊，没做绝育啊，不能出去。哎，倒是奇怪了，没见笨笨。嗯，然后有粉丝昨天评论啊，说我只给狗粮，怎么没给他们搞点水啊，昨天没想到啊，说实话。今天的话给他补上来吧，把这个碗啊还放在外面啊，和去年一样啊，还是一个碗放粮一个碗放水啊，就是这样，希望能够，对吧，微薄之力帮助到这些毛孩子吧。嗯，这样就能做到的就是这样了，能做到的就是这样了，尽微末之力吧，去帮助吧。因为毕竟我这也不是作秀啊，说实话，确实他们是能吃到的，不是说我帮助了，对不对，就帮助了他们，确实吃到了啊，是这样，然后缓解一下这个饥饿感或者是饥渴吧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笨笨刚才表现可以啊，没有往门口跑，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，小笨笨啊，没有往门口跑啊，表现的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给你点个赞啊。嗯，笨笨说你给我点赞干嘛了，呀呀呀，看夸你两句他又拔到身上了，对不对啊，你比外面的狗幸福多了，知道了吧，外头很多母狗过来找你啊，是不是你给外头惹的祸啊，可不敢啊，可不敢，嗯，可不敢祸祸外头的母狗，你不行就给你做绝育了，好不好，砸锅卖铁的给笨笨做，把这个绝育做了。大家看看啊，笨笨真的是，我都没办法想象，呀呀呀呀呀，不要跳，你跳什么跳，真是没办法想象啊，这个笨笨做绝育啥样，哎呀，小伙儿你又去叼垃圾桶，哎呀，这小花真的是，我都不知道要咋形容它了啊，这刚开始表现的还挺好的，这又去叼了个垃圾桶，叼快递啊，真的是醉了。笨笨你别扒拉我了，你好好表现啊，争取给你做个绝育好吧，争取给你做个绝育啊，好好表现。嗯，好。嗯，唉，那边狗粮不是我给他弄撒的啊，大家不要说阿飞给他们故意倒撒到地上，他们打架的时候弄上去的，这样的。小黑，嗯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好吧。然后这几天菲菲身体都不太舒服啊，我妈也没在家，然后需要我去照顾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的话要照顾家里的毛孩子，照顾外面的毛孩子，照顾菲菲啊，就是这样，说实话我感觉特别的累，特别的疲惫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精神也特别疲惫，是这样的啊，打起精神来吧，还是